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可以啊。不要对我说我不够美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我们可以打上路，可以啊，干嘛不可以啊？哎，我打蛇。寡妇伤害确实还可以啊，哎，这个虚区确实还不错哎，伤害确实还是蛮高的。我三个 Q 直接给他打死了。受的折磨物尽其用，绝不会浪费。抠！这抠的吸地这么短啊？哎，而且征服者触发的也快呀。谁打电话？喂，没有。哎，什么款待遇？大清早上给我打电话。耶，那你过了。我感觉我能秒他，来摸摸哒。哎，还行，塔下一换一可以接受。我瞧瞧，用什么来填满空虚？来两本小黄书。让我扛扛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还加两层戒指，挺好啊！大蛇是后死的，没错啊。蛇几个兵？六个兵。蛇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。不过我们这四级的时候啊，感觉还是打不过这蛇，因为它能封着我们，我们这没有逃生技能。去吧你，你给我回来，兜兜兜，行嘞，致命点呀。我这无敌了呀！这种饥渴，很快就会被满足。插个眼儿先来，来隐个身，这不起飞了吗？这玩意儿了，
你跟我回来。啊，我隐身，我这二代隐身的，哎，不让你吃兵儿，你怎么办？哎，嘿。从前，只要一点点，还是挺恶心的。别害羞。再来一次，没蓝了，回家了。然后离开。你这我带隐身的，你俩上哪抓我去？你们扯淡的吗？这就是我想要。来个海克斯发电机。再来个法师之靴。我这小屁股一扭一扭的，多么丰满的小屁股。嗯，不行了，打不死。只是激情的灵魂。亲吻你，又往回来。女孩子，坑点燃，走位。我现在一套秒着大蛇应该没啥问题，这里边应该有个针眼儿。让他们渴望吧，让他们。左边有吗？哎，没有针眼儿，为什么刚才看见我了呀？真的，为什么刚才没有针眼儿就瞅着我了呀？没有离得近呢，刚才没有离得近，有问题。吃手塔皮。1750，这得美甲窃魂卷了。大蛇我无限杀，上线就杀，上线就杀。我从不伤别人的心，我只是把心当枪。而且他看不见我们上线，我直接美甲窃魂卷。痛苦是生命的意义，对于他们来说。不是说不打野了吗？我这上单寡妇。哎。
哎呦，我这大蛇，那大蛇吓人呐，大蛇！还好我有美甲切魂卷。是我的面纱。别着急啊，回点血。你挺吓人的你。这是激情的。你挺吓人的不是你？你还挺狠呗，大蛇啊！是大逼，飞吧飞我来，不飞我那就没办法了。哎呀，我这，哎呀，他们如何懂得欢乐？我再杀他一回吧，我有大还能秒他一回。先回点血，往他屁股后边站。哎呀，他打死了。这波有点瑕疵。OK， 将他拿下。把一血塔拿了，我们起飞。嗯，回家吧。吹的棒。更令人痛苦的外衣。能打过我吗，小伙子？我咬你一命。我们已经十八层美甲窃魂卷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先拿着大蛇开开刀。现在我上路再收一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出镰刀，你不明白。上单寡妇不像打野寡妇，有什么东西呢？有惩戒，它可以有蓝城减速。我们没有蓝城减速，我们只能说是用推的棒近身。无一例外。明白吗？来，等一会儿啊，看看这边能不能打。这小驴人咋那么嚣张？嘿！你也挺狂啊，兄弟。好盾。哎，给个大！哎，别死！哦，漂亮！天，差点就死了！一学奇迹，我这是凯旋永远的神。哎，小驴人，
没想到吧？哎呀，梦魇儿！我先推着棒走一走。这梦魇咋那么狂呢？你存点血吧，还追呀？追吧！当一个人下追吧，就是他最坦诚的事。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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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追，追，追。我帮你看着他。我们挺乐意追的嘛，来追，狗头人给我杀的，嘿，回家了，无妖啦。乌妖猫着加沙漏，我们现在好像杀人于无形啊，这唯人想杀不随便杀吗？先吃个药来，让他往后走来，这不这是一秒钟就去世吗？这还带盾弓的，关键的没人。来吧，小驴人。这梦魇可挺烦人的，我决定下回杀梦魇。都是一段爱的苦果。致命点呀！你俩跟我打，来，我马上要大。这寡妇可太难死了，看看这鲶鱼搁哪呢？哎，推推棒，那我杀的河流之王，回点血来。从草丛里边进，然后直接冲到围脸上。别急啊，他们家应该都来人了啊，应该是都来人了，别着急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人应该是都过来了。梦魇儿，给我杀，不怕死还往里冲，让他冲。黑夜是我的面纱。从维恩屁股后边出来，掏他一波屁股。来，推推棒，扣一下，扣一，给大，哎呀！哇哦！露露只能说是上当了啊，那没办法。看见我了，这梦魇是真是不怕死，我发现了，就硬往人脸上冲啊。我没拦了，我是真没拦了，只能说是尽力了，回家了吧。十秒有拦，打个拦吧。
细节一点啊。你排个眼儿，第三下不 A 可以给队友来点钱，你也可以获得 money。 回家了。我直接来法穿吧，我先不来猫着了，咱也不要沙漏了，那寡妇法穿也能秒赢，没关系。来来来来来，把维恩杀了，么么哒！我这一个亿打七百多，当然啊，这还不是放 W 呢啊，这还没演魔法抗性呢。等一下。梦魇还飞呀，飞，对你就飞，你个把死的先。哎哎，套盾呢，露露，我们先回点血啊，等会儿。抠一下，抠你！哎，给我吞了！我推推半，哎呀，后边个没人，给我吞了！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其实我刚才的时候吧，我就感觉有点上早了，我都没想上，但是那剑魔搁旁边吧，我又不好意思卖他，我阴人挺信任我的，我要不上的话确实不太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哇，这狗头人，哎呦我这狗头人，这狗头人抠了多少层？630层木印狗头人。24分钟抠了600多，抠的真是有点多。不算多吧，这还不算多，要什么自行车？杀鱼了，抽碘盐，没事，我有凯旋，我的美甲窃魂卷，25层了。我闪现抠，哎，我推推棒走，抠一下。抠抠抠，一死。回去猫着，回去猫着。这就没了，那肯定没了。那寡妇100法强都秒人。他们的快乐有多高，痛苦就有多深。
真他妈死了！打个蓝 buff 去，我们升个16级。我现在大招斩杀30%，2000血。哎呦，小驴人！让我抠一下。你在干嘛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死不了，小伙子？哎，大蛇来了，大蛇。好痛！我诞生于成千上万次的尖叫，多一次又何妨？我们往右边走一点。哎！改日再来玩。你需要放松。过来啦！我先给点解魔抗，你给我扛一走。哇！天神下凡！要一下啊！这河流之王，我得把他杀了。隐身，小驴人跑了。来推推棒，一下，抠抠抠，哎！差一点点，哎，没打死。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，寡妇。